所以演员可以专业成这样不简单。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任何一点觉得尴尬，或是觉得怎么样。啊、你亲那来，我都是觉得很舒服，舒服到我中间有不小心露出一些娇喘的声音。真的，这太自然了。然后当下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。然后带我们一咖，然后我们去看 monitor。我们回去看 monitor， 然后我们捂嘴巴，哇塞，太刺激，哇，完全不敢想象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对，因为剧本也会有指令嘛，但我们其实整个过程，我们是真的生物本能，我们没有再管指令了。所以你看阳性星座的人多么的活泼大方，他们可以我说工作就是工作。可是如果是水象、土象这种阴性星座，我们是真的要融入真正的感情，那个拔不出来太可怕了。对啊，那个太可怕，抽离不出来。对。我想跑不出来，怎么样？抽离不出来啊！怎么刚刚我刚刚脸红了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和咖还没拔出来呢。哎呦，你们也一股笑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样不太好。